你现在要面对什么。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就坚持下去，给自己一些肯定。你比自己想象中要坚强，不要着急，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生肖鼠的人早期官禄宫无吉星照耀，所以很多人烦心事多，运势闭塞，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三番五次发大财，横财大发特发，财源广进，平步青云，财富翻倍涨，喜事全来，买车买房，事业和爱情都将会发达成功。另一方面，生肖鼠的人在事业当中一直靠本事吃饭，自然技艺高强，往后衣食无忧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财富自然会越累越多。生肖兔的人聪明机灵，思维敏捷，而且他们会为人处事，能言善辩，所以走到哪里都能混得开。人好命也好，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财富接踵到，聚财更轻松，旺财旺福，终于熬到了人生出头之日，鸿运当头，他们运势一帆风顺，有财星入家门，屡次三番发横财，钞票滚滚来。当然事业上也将迎来贵人，之前的各种烦恼都似乎全部消散了，时来运转，同时他们桃花灿烂，单身生肖兔的人有机会成功脱单，找到自己最心动的人，享受爱情的甜蜜。生肖虎的人性格耿直，很有领导风范，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财运滚滚，平步青云，正财横财全来到，大笔的横财滚滚而来，好运旺旺来，财神送财到家门。有望一夜暴富，到时候财运猛增，所以生肖虎的人要把握好机会，千万不可大意，只要把握好的话，生肖虎的人肯定会鲤鱼跃龙门，升官发财更是不在话下，轻轻松松就过上有钱人的生活。
生肖鸡的人五行有酉金坐镇，所以生财求贵容易，发家致富是早晚的事情。时常在外界的压力下，生肖鸡的人能够飞快的成长，逐渐成为财运亨通的属相。经过适应和调整，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腰缠万贯，潜力十足，财运亨通，事业平步青云，富贵自来，腰缠万贯，好运陆陆续续来，也将是好运纷纷而至。财帛轻松入库的时候，他们横财入门，赚钱轻松许多。生肖猪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办事，活得随性，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福旺财旺，富贵如流水，平步青云，钱财滚滚来，届时催发整体运势提升。一夜暴富，不是中大奖就是天贵子，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，事业发展的一帆风顺。另一方面，生肖猪的人他们受好运影响，工作中早期积的人脉开始发挥，不出几年将会畅通无阻，定能万事顺意。生肖牛的人他们对重视的人或是心比较细，怕寂寞，人多热闹的时候总是很开心。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财源广进，事业步步高升，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，尽享他人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。另一方面，生肖牛的人未来几个月私活方面也能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，同时应该注意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，相信爱拼才会赢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日后事业财运均能越过越旺。生肖马的人上进心强，所以在生活中总是想着要尽可能的多赚一些钱，这样一来日子才能过得更好一些。但因为之前财运欠佳，所以即使付出了很多，也未能得到回报。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运势逆袭，财源广进，多喜多福，三番五次发大财，偏财大赚，登上人生巅峰，大奖不断。生肖马的人命理之中有吉星紫微守护，让生肖马财运滚滚，富贵延绵。生肖蛇的人往往喜欢跟朋友恶作剧开玩笑，孝顺敦厚，值得深交。运势这块，生肖蛇的人早前受五行相 K 之苦，导致较多人事业总是较难提升。在10号开始横财来袭，钞票堆成山，财源广进，平步青云，财富翻倍涨，富贵无忧。他们得财星入财帛宫，横财乘风来，身边总有贵人相助，一番努力终于有了回报，可谓是幸运寻来。并且生肖蛇之人工作上总是很累，所以需要改变当前的工作方式，未来越多优少，财源广进。